我觉得很搞笑哈，嗯，本来也没几个地方玩，就那一个地方还搞错了，应该是。那他怎么会过来呢？谁呀？导游啊？哎，这导游也懵了，把我们领这儿来，他自己也找不着了。我们带着导游走，对，我们带他走，就说也不带我们看景点，带我们看个楼盘，他还进，他还找不着地址，一会儿把这些人整脾气大了。真的？一会儿踹他去了。真的？哎，我们只有在吃饭的时候觉得他还行，是不是？哎，哎呀，他又挂掉了。这个人怎么一点没耐心的？也懂得一点文明噻。哎呀，做人好帅的。我也不知道，搞不懂了。乐死我了。好，我们跟他走吧，沟渠经理走吧。我们还本来想把他甩掉的，他是觉得你们跟导游在一起，你还老让我给你链接干啥？你不要，我问他的嘛，我说你不要把电话先挂了，我先问啊，对的对的，再说。然后我这边问了，我再打电话，他电话又挂掉了。你说这个人文明程度是？真的是，哎呀，无语，文明程度一塌糊涂，无语无语。太有意思了，这旅游没什么意思，但是这个插曲太有意思了。我说我刚才还说，我说我们只有在吃饭的时候觉得这导游挺好，是不是？昨天导游得认态度可认真了，哪个好吃，明天我们继续吃。对，我除了吃饭以外，所有的全都一塌糊涂。太搞笑了。就好像不是正经导游，我感觉好像我们在做导游。没错，他还以为我们真的患了阿尔茨海默症了。我们还是很能看的，怎么我们还是思路很清晰的老年团。哎、对。对对对，就是那地方，连他自己都走错了。你看，你想想哈，我们这些人脾气多好，他旅游，他来带我们看楼盘，我们都没有说什么，兴高采烈跟着他来，他还找不着地方。就是啊，你说这个人，他也听说过，佛系，佛系导游，佛系。我一笑，肚子疼，然后眼泪都飘出来了。眼镜都掉了，我都找不着我眼镜掉哪儿去了，笑的眼镜都掉了。那眼镜没了，不知道滑落到哪儿去了。你说这么大的门，他找居然找不到，他把我们导到工地，他自己又也去了趟工地。对，像这样的地方，你就租房子很便宜，因为房租非常便宜。那你当然不能把钱压到这地方来。嗯，漂亮，确实很漂亮，建了一个小城市一样。哎，这里房产。啊，这是联排的，哎呦，联排，哎呦，真好看，好看，泰晤士河里一样，哎，泰晤士河就像那个叫什么迪尼斯啊，那个吉尼斯，威尼斯啊，威尼斯的水城呀，有个铁亭，啊，这哟，这里边入住率还不低呢，摆上了，你看窗帘都装了，那你看还有船呢，门口都有车，啊，每家都有河，都有河道。啊、不出，哎呦，这个动心了啊！不是我开发商，他能够，你看，都有河，都有河啊。那我们先转一圈好了，一不一定要到那个，在上面有。你会冲动的想买了？哪一个？对，马上拍板。他们的是钱，不就是300万吗？对，小金库、拿出来，把你的小金库亮亮。小金库的零钱，把小金库的零钱拿出花花，买一个别墅。不管你们买不买，先到你们整个小区参观一下。好好好。印象的话，我们就买，因为这边的话确实价格非常便宜。我们这里不限购，不限贷，可落户，成交均价10000块钱都不到，精装修。雷禅将要免费的感觉是吧？装修免费的，大致给你们讲一讲。大老板，别墅吧，还是那个公寓啊？高层啊，那别墅呢？肯定假的，都不用近看。这的话是假的。92的小房间，坍缩。
卧室。啊，三房啊，三房。哦，这房间都不大。房间都很小啊，这壁纸挺漂亮。中间是一个小窗子，92平米的小三房。其实就是黄海他们人工给围上处理了一下，是不是？其实基本上围起来以后，它就是沉淀的，它没有水流了，已经。哦，人工给它围起来了，对对对，就变成了双色海。嗯，水，这个水呀、啊，未来不知道会咋样。前后已经有10年了，这个项目。它这个工程量相当大了，它人工给围住的海，假的耶稣。